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后，江疏影跟凭借《水形物语》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等四项大奖的吉尔莫·德尔托罗进行了一次对话，但这次对话引来不少吐槽，一些网友对江疏影的口语提出质疑，有人表示发音很标准，连读很尴尬。3月10号上午，江疏影回应了网友的吐槽，自嘲口语有点吃力，并附上佛系英语表情包，还表示感冒不是借口，从今天开始打卡背单词练口语啦，可以说是很耿直啦。此前梅姨受邀访华，江疏影作为中国青年代表陪同梅姨，两人用英文交流，好似并没有语言障碍。而在《花儿与少年》中，江江也是很流畅的和别人交流，全程照顾大家，可以看得出小姐姐的英语其实还不错，这份精益求精的态度也是棒棒的。网络新闻，这么努力的 idol 还真是让人敬佩呢，把刀。